蓝色的 BB， 这个蓝色的维生素哦，其实它除了原本这个品牌最有名的B 群的成分之外，它还加进去了维生素 C， 还有一个成分，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透过吃进去，帮你达到淡化肤色。他们呢，在日本最近很有名，叫做吃的美白定，这个 BB 蓝色的。